什么金草莓？金小娃啦。小草莓啦、啊。你要不要脱娃娃？娃娃脱给我。娃娃，娃娃要不要脱？不会认哦。那盒子只能看，不要打开啦。里面没东西，不用打开啦。没关系。不可以，一直丢啦，怎么办？你们两个很讨厌。好不好喝啊？我要吃最大的。你要吃最大的？是谁说的？这是墨玉露吗？小孩子最小吃最小的。你要干什么？金博成，你要做什么？这个这么多？那个牛奶太多了吧？对呀、啊，你要分一点再倒啊。这是刚这桶。可以关掉。那广告。哦。My friend。是小虎，小虎。左下角。今天要不要来玩拼字？大家都在玩哦，要不要来玩？来这个 level three， 好，谢谢。小星星怎么唱？预备起，一三。爸爸做好不好？小朋友的。